哇，全部答对！哇哦，谢谢周杰老师。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周杰老师，你手机没拿啊？你手机没拿。赵健老师的手机留下是为了跟你扫个微信。哦。听说这个古筝啊，它不同的木质造价也是差别特别大。对，最好的古筝是用棺材木制作的。 但是此棺材木非彼棺材木，其实就是死去了上百年的木头哦。然后它这个呢，就是比较湿润，更加的让声音更加好听。哦、好哥、小敏姐，那你们知道古筝是怎么来的吗？古筝是怎么来的？传说秦国呢，他有一个乐师弹瑟，那他有两个女儿，就一直在争先恐后的想要练习。 然后两个人你争我抢，你争我抢，咔一下，它就断成两半了。哎，但是还更好听哎。然后呢，这句话就被人家流传的是说二女相争，引魄为二。所以古筝的这个筝，它就是这么叫法的。哦，古筝的筝那个写法啊，原来是因为二女相争。 下面呢，圆圆请考虑，究竟要挑谁？我想选择赵健老师。哇哦！对，因为当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啊，心动男生。 赵健老师爱读书，我平常也喜欢看书，而且我就是知道赵健老师他的那个偶像是冼星海，那我是星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专业的人，其实我是唱美声的，对，那我觉得我跟赵健老师特别有缘，我想跟他请教一二。我们《诗经》里面有一个词语叫做“琴瑟和鸣”，这里的“琴”就是指的古琴，而“瑟”就是您所说的古筝。但是这两种乐器有着很大的反差，因为古筝我自己个人觉得它是悦人的，它很动听，能够让别人开心，有一种情绪。但是古琴更多的是悦己的，所以古琴更多是我在一个人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很想来一次琴瑟共鸣的声音的乐章。 好，难怪你刚刚走的时候留下了手机，啊、就像灰姑娘走的时候留下了鞋子哈，啊，搞了半天原来是希望能够琴瑟和鸣一次。我这里所说的琴瑟和鸣，就是指的《诗经》的本意，就是指古琴和古筝两种乐器之间高山遇流水以及阳关三叠的一种感受。不重要，不用解释，解释就是掩饰，对。 所以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乐器需要细水长流，慢慢听。我们来一次轮打，反正你甭管说什么，我们都往那方面去。对，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刚刚。我就希望这一轮最好没有助攻，因为任何第三者的插入都会破坏了这段琴瑟和鸣的关系。期待两位这一轮琴瑟和鸣的轮打。 答题开始。成语邯郸学步是燕国人到哪个国家都城学习走路的故事？邯郸是赵国的都城，所以我选赵国。漂亮。中国古代文人最高等级的谥号，范仲淹、曾国藩都曾被授予哪个谥号？ 这个谥号呢，原本叫文贞公，贞洁的贞，后来因为避讳宋光宗赵祯，所以改为文正公。嗯。 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有着悲剧之父之称的是哪位历史人物？他还写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悲剧作品《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那他就是艾斯库罗斯。我国10大名茶中，采用茶果间作的方式种植的是哪种茶？我曾经去采过这种茶，在洞庭湖边的碧螺春。 接下来是助攻时刻，请听题。后世为了讽刺晚明奸臣钱谦益的失节行为，就用哪3个字来代替他的名字？水太凉，为自己赢得了一名队友，他会是谁呢？冯小兵加入赵健的战队，答题继续。 东南亚萨尔温江的上游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哪条河流？这条江它源于我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它就是怒江。以被贬23年的记录，刷新了中国古代文人被贬时长排行榜的是哪位文人？这位文人确实很惨呢、啊，但他出身很高贵，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刘禹锡。 《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为武当七侠创立的阵法叫什么名字？这个是他在武当山上创立的真武七节阵。发现和氏璧并将它献给楚厉王的玉工是谁？和氏璧的名字其实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它是慧眼识物的卞和。 画中的女人在做什么事情啊？她这个是毕加索的，她在做梦，她在做做梦的事情。请看视频题。什么是中国高速？什么是中国高速？如果你也惊叹这些中国高速的话，我现在就带你研究。这段视频的配乐源于哪首歌曲啊？什么是快乐星球？ 诗句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形容的是哪种花？哦，那这个呢？它出自元代王冕的作品《墨梅》，所以它是梅花。在某一类人身上不值得浪费任何感情，是哪位文学家说的话？这句话出自人生的哲思，周国平。漂亮。成语“牝鸡司晨”讲述的是哪个帝王在位时期？ 昏庸无道的典故，它在旧时比喻女人篡位，所以它是商纣王。厉害！竹林七贤中，谁堪称是真正的劳模？竹林七贤都很闲，要说是劳模的话，可能就是每天打铁的嵇康。嵇康，很强，很强。 这是哪种多肉植物啊？黛笔，对吗？漂亮。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形容的是我国哪位著名的教育家？这位教育家和南京有关系啊，他就是小庄师范学校的创始人陶行知先生。唐朝大将薛仁贵的兵器是什么？方天，哦，龙胆亮银枪。 龙胆亮银枪，哎呀，就是方天画戟。圆圆，在你掉下去之前，我特别有一句话想送给你，因为你最后的一道题是和兵器相关的。在唐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8字成语，叫做“争衡为乐，立地为兵”，就是古筝这种乐器，你把它横着放就是一种乐器，当时你把它竖立起来的时候就是一种兵刃。我觉得乐器确实会承担这样的一种 职责。当我们感觉孤独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它就像一种兵刃一样，可以帮助我们所向披靡。祝福你！谢谢，谢谢赵健老师。好了，谢谢圆圆。来到一站到底，为我们展示你的才华，在。